to somewhere. Be in the teas. The mouse won the race. A man lost his chase. He will get better. But the mouse will now wither, wither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The mouse was clever. It ran with ease. The cheese not there, no longer a tease. The mouse won the race. A man lost his chase. He once got better, but the mouse has withered, withered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The mouse has withered, withered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Some flowers on a我已经关了，我刚刚就关了。到了，对，放这里就可以了。哦，放这里我没有办法拿娃娃。大家晚安，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部长按赞，哎，部长你要来啊，你不能来。查清楚了。好，今天是10月6号yeah.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我是大倩，我是 Irene， 我是 Charlie， 我是 Dr. Niemer， 我是 Miss Kinian， 我是 Dr. Strauss 然后党沙，党沙好。那个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上小说课了，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多久，一个礼拜，为什么那么久啊？因为上个礼拜三是上个礼拜三是听力课，对对对，听力课。总之我觉得好久没有上小说课了，可能也因为我们就是整个党部搬到新家的关系，就是这一两个礼拜觉得非常非常的忙，然后我们大家都慢慢的在新的地方 settle down， 然后你们会看到我们新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水水部长帮我们选了两个可爱颜色的起司吸音棉，好吗？吸音起司，然后后面是蓝色，但后面是红色，是蓝起司跟粉起司。然后因为一切都还在，就是我们都还在规划中，所以那个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那个桌子是有点就 like 这么晃。对，好，就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太激动，就是聊天就好了。好啦，其实我只是想说很开心又回到那个小说课。然后刚才我们把今天要复习的第十二堂课的内容看了一下，我发现我已经快忘记前面十堂课了，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复习前十堂课的主题句跟关键字。因为我们要走的路越来越长了嘛，就是上的课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先把角色复习先拿开，然后我们赶快把前十一堂的主题句，就那个饼干屑你们记得吗？一片一片把它捡起来吃掉，然后我们就来跟 Irene 一起上一次第十二堂课，我们一句一句看。 OK， 嗯，来吧。Here we go. 好哦，好。现在我看到谁？我看到陈妈妈，哎，看到曾国中同学，曾家的国中，曾国中同学。嗯、然后好，我看一下，我问陈妈妈好了，比较快。陈妈妈，你看得到我们的荧幕吗？可以哦。好，那我们就，我想把这个放这里好，这样好了。啊，好哦。好啦，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今天第十二堂课的复习。
一样啊，我们在做累加的事情了，我们已经累加到有12句主题句跟12个关键字了，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刚刚说嘛，一块饼干里面 一块一块的 小碎片我们捡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开始回想哦。嘉文姐姐帮我们画的第一张海报啊，是一个很有决心的 Charlie 是我们小说故事里面的男主角，你看他身后的背景都一直是 I want to be smart 我就是要变聪明，我就是要变聪明、我不要再笨下去了、所以呢我们第一堂课的主题句是破题嘛，所以你看到这句是叫做 I want to be smartI want to be smart、这就是他的心声。那第一堂课我们的关键字是什么呢？第一堂课因为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比较笨的人，然后他写的很多字的拼字跟文法都是错的，所以那堂课的、关键字其实是一个拼错的三月、好像有一个 T 吧，我记得这是 T、有一个 T， 他给的是 MARTCH， 而且他的 M 没有大写，但是这是拼对的，对，所以 那一天我们的关键字是 March、然后呢、交代了他的整个背景啊，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他非常想变聪明之后呢，第二堂课的海报长得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被在淹在一个墨水里面、然后大家看到这应该就可以 想象他去考了个试嘛，叫做 I had a test today 就是我去考试了，考试、然后呢这一句我也每次都印象超深刻，我记得老师有让我们去练习那个、就是重要的字的重音嘛、我们以前不是玩过 I had a test today， 我只想到玩墨水的事好、那他这是 I had a test today、因为啊就是、他不是在一个夜校上课吗、然后呢他的老师就推荐他去做一个脑的手术，但是呢做这个手术的医生们要确定他是一个合适的受试者，所以他就去接受测试、他接受的第一个测试就是让他很烦的，叫做 Spilled ink、spilled 是泼出来的嘛、所以你看嘉文姐姐画的这个是泼出来的很漂亮的蓝墨水，然后我中文把它写了一个奇怪的泼墨测试，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很奇怪的 墨字、然后人家一直问他是什么意思，对，什么意思，对，但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他不会看到一些墨字就说我觉得啊、这是那个蝴蝶你看我也编不出来，蓝骑士黑骑士他就很烦啊，是黑骑士他就很烦，他编不出来，所以就是然后就想起他小时候好多好多考试都考不好，而且他也常常打翻墨汁，那时候慢慢感受到他有一好像以前有很多很多阴影的感觉、但是没有在文章中表达出来，但在有一些句子里面会感受到这样子，所以他就去考试啦，考试之后就都没有考过嘛，后来他应该就被带进去一个房间，然后就、认识了，就是我们的第二男主角，就是最重要的第二男主角登场的那个集，那一集叫第三集，第三堂课，所以你就看到了有只老鼠在这边。然后那一天的场景是有迷宫的哦，嘉文姐姐帮我们把迷宫画出来了。那一天的主题句叫做 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我觉得我现在 Algernon 念的真的比较进步了，我念的我不用想很久了。Algernon.、所以啊第三堂课叫做阿吉桑登场，阿吉桑是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翻译的，老师教我们翻、对不对，就是 Algernon 三个音节，然后可不可以去押韵，又像 L 又像 Ger 又像 Non 这样，就我们翻了一个阿吉桑，阿吉桑登场咯。那这一句呢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只老鼠的名字嘛，因为这本书叫做 Flowers for Algernon、Flowers for Algernon， 所以它是这一句叫做要吐舌头咯， they 想到我上个礼拜的听力课有教这个、they 那用轻声念 they 就找到了，就这样这个字的舌头要吐出来，而且要咬得有点紧紧的麻麻的，叫做 they， 要不然会听得很像雷，雷我不知道是什么，花蕾好、花蕾没过、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They called the mouse Algernon. 就进去了，然后叫我去跟一个动物比赛，他们就说他叫 Algernon， 然后他们就相遇了，就是在那个很精彩的第三集。那那一集的关键字叫做你来 Amaze Irene 唱的那首歌，一个 maze 一个迷宫，然后被他误认为是 amazed 好神奇哦的一个字，它叫做 amaze。 我记得这个字会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美语里面的声音啊跟华语很不一样，就是它有我们没有的微子音，它有时候不只有微子音，还有很多微子音，所以它不只是 amaze， 它还要 amazed， 然后那个 z 念得很好听啊，是我们华人念美语很象征性的，把 z 念得很清楚的时候，就真的很像在讲英文的声音。所以这是八千八百要让我们练习的东西。Amazed. 好啦，然后呢，他就碰到他了嘛，反正就是一直比输嘛，对不对？ Algernon 在迷宫里面跑，他在纸上，反正每次都输他就对了。然后呢？到了第四堂课，就是哭哭的那一堂课，因为他很开心嘛。他们说 they're going to use me， 然后每一次的复习课，我们都一直不停的在强调，因为老师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台湾小朋友的教育嘛。那小朋友是那么的期待你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想要在第一次小朋友学英文的最开始就教他们。真的学得会的东西是用对的顺序，然后在他们的年纪应该要学的东西。那所以你看到 Charlie 超开心的， They're going to use me. They're going to use me. 我被选上了。耶耶。是耶耶耶。哦耶耶耶耶耶。They're going to us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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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Miss Kinian 跟他说，如果他们选上了你啊，你去做手术的话，你就会有 second chance。Second chance， 就会第二次机会嘛。那老师，你们记得吗？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说，谁给你第二次机会啊？你会给谁第二次机会啊？你会给几次第二次机会啊？其实就是可以给几次机会就对了。那一堂课的作业我觉得很精彩，我看到好多人写了很棒的东西。所以这是第四堂课，所以他就准备要去做手术。所以第五堂课就是，你看他的头上。绷那个绷带，他做完了手术完之后出来啊，他还是持续的在背考试嘛。我记得就是也还是已经写不好了。对，他可能觉得脑袋弄完之后就好了，所以一直弄不好，所以他就觉得 What do smart people think about？ 你们这些 smart people think about？ 你们这些聪明人都想什么啊？聪明人都想啥嘞？不知道。What do smart people think about？What do smart people think about?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啊？想什么呢？ Fancy. Fancy things, I guess. 我猜你们一定都想那些很厉害的吧，那种东西。那我们记得那时候我们那天有练习，我们跟大家说 fancy 这个字的 AR 要念得很清楚，不然你会念成 fancy。然后它有一个鼻音在那里嘛，所以你念起来是像 fancy。Fancy.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搞都搞不懂，为什么手术都做了还是没有变得很聪明呢？所以他就怒了。第六堂课就是他怒的时候。他生气了，那堂课他连续讲了三个 stupid， 你们还记得吗？那堂课我印象很深刻，所以阿姨就帮我们画了一张图，是那个倒在地上说我不依，我都已经做手术，为啥死马当活马医？我不依你一定听不懂，对不对？你没有看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知道你听不懂。你没有看我们那个年代人看的宫廷剧 ，whatever。他看太多。好了啦 ，nothing is happening。Nothing is happening。什么都没发生啊，搞什么鬼啊？所以第六堂课的主题是什么都没有嘛？那这句是要吐舌头 ，nothing is happening。Nothing is happening. Nothing is happening. Nothing is happening. 对啊，我记得他好像是说这个测试很 stupid。Stupid。然后这个手术很 stupid。Progress report 很 stupid。他说的这三个，他一直为了变聪明而要做的事情，他现在回想起来，做完手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三个都说 stupid。然后呢，他慢慢就好像接受了嘛，反正好算了，我就是不可能了。然后场景就回到他工作的地方，我们就因为第七堂课开始认识他的所谓的
朋友，对，所以阿姨就嘉文姐姐帮我们画了这几个长得像饭团的人Joe, Frank 跟 Amos。 那天的主题句是叫做 He really pulled a Charlie Gordon， 它是一句其实蛮讽刺人欺负人的话，对不对？有四角饭团的。你饿了吗？你饿了。这边的那天这一集也蛮心酸的，因为大家都在欺负他，可是他还蛮开心的，然后一直觉得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一幕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二堂课是一样的。第十二堂课就是上一堂课 Miss Kinnian 就是因为听到 Charlie 描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眼睛就湿湿的这样子。然后呢，所以第七集的主题句叫做他好 Charlie Gordon 哦，对，我没有讲过嘛。如果你把一个人的某一个特质拿来当骂人的东西，就是 你好 Irene， 你好很好大千。好了，这句叫做 He really pulled a Charlie Gordon， 还记得吗？我们一直前面一直练习的那个一听到地的鼻化音 Gordon。Gordon. He really pulled a Charlie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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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够 Charlie Gordon 夸张。那天的关键字叫做 friend， 因为 Charlie 一直以为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他也不觉得他们在欺负他，可是事实上就是 friend 到底是什么？霸凌，对，霸凌。好啦，所以呢，后来慢慢的，他的手术做完之后，时间又过了一段啊，然后那个对他很好的 Dr. Strauss， 好可怕，Dr. Strauss 就去安慰他嘛，他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叫做 "You won't notice for a while"， 就是一开始有时候看不到啊，一开始看不到。You won't notice for a while。那一集是老师特别有讲，就是他们第一次有那个肢体接触，就是、他想安慰他这样子。对，我其实平常常跟 Irene 讨论工作的事情，然后你们都知道他在帮我们写那个英文开心门嘛，然后最近他写到高中，然后因为他英文太好了，我英文跟他差很多，所以他很少称赞我。结果有一次他写了那个高中的英文开心门，他就拿来跟我讨论，我就讲了几个我觉得应该怎么去发想一些东西，他就好欣赏我说、大倩，我觉得你那个，然后我就感受到那个 Charlie 被关心的那种感觉，这样。好啦，然后呢，到了第八堂哦，对，所以这一堂课的中文叫做一开始看不出来，只是一开始看不出来，但是你给他时间慢慢累积，就会看得出效果。就像我们练八十八音嘛，练一百四十音，慢慢的耳朵越来越灵敏，但是那是一开始你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这句是 You won't， 这是不是写错了，我没改，可恶。它是喉后音。You won't notice for a while。You won't notice for a while。所以你们看，那一天的关键字是 notice， notice 就是注意到这件事情。Mm-hmm. notice， 念快一点点的气，这个字会弹舌嘛？对对对对对。本来是 notice， 会变成 notice， 就弹起来了。notice。然后，所以他就安慰他，记不记得他给他晚上睡觉让他听一个东西啊？然后他说会听到好多国的语言什么的。后来他又怒了一次了，他也不是怒了，他只是这一堂课，第九堂课蛮好玩的，因为他第一堂课就想变聪明嘛，然后但是他就发现为什么我只有睡觉才可以变聪明，所以你看他在睡觉嘛，他做梦都想要变聪明，所以第九堂课的主题句是我要变聪明，可是在醒着的时候，因为醒着的时候别人才看得到，对、所以他其实自己也看得到，对啊，他叫做 I want to be smart when I'm awake。I want to be smart when I'm awake. When I'm awake 是连音连音 ，when 的接到 I 变成 when I。When I， 然后本来是 when I'm变成 m， 所以它就变成 when I'm awake. When I'm awake. When I'm awake. When I'm awake. I want to be smart when I'm awake. I want to be smart when I'm awake. 他说了他想要这个样子。那一天的关键字记得吗？他看深夜很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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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视节目叫做 The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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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太多的。几个？五个。The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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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那一天的关键字叫做 Late。Late。有年舌音哦。然后到第十堂课啊，他就阿迪，他变聪明了。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李承瑞小朋友，然后他的心恩嘛，耶！他变聪明的第一件事情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他会看字典了，他会查字典了。然后在字典里面呢、啊，他
他很兴奋的跟他说，我跟你说，形容词叫 adjective、嗯、adjective， 他居然去跟别人讲一个很冷僻的字。然后姜伟也蛮有意思的，他弄了一个那个老学旧的电影，好像很有知识的那个样子。所以第十集是一个大转折嘛， 他突然间开始有大进展了，所以就是他就说耶耶耶，我赢了。赢了谁呢？ Algernon。 赢了 Algernon， 他赢了 Algernon， 所以他叫做 I beat Algernon。 I beat Algernon、嗯、我赢了耶耶、yeah, yeah. 那那一天的关键字叫做 adjective， 我刚少了一个的，对不对？没有啊，对啊，不用的，不用，真的吗？嗯， adjective 第一步发音好哦， adjective，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adjective， 就是我们在字典上会看到的 adj 嘛？嗯嗯，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变聪明之后，到第十一集呢，到第十一集就哦，我想起来了，第十一集非常有趣。第十一集是他摸了哦，真的？对，因为他开始赢他了嘛。然后我记得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其实 Charlie 是他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所以他一直赢他，一直赢他就觉得有点 pansy， 所以就。想要当他好朋友， 对, 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一集他应该是捧着，因为老师有教那个字叫 hold， hold， yes， 不是 embrace， 不是 hug， hug 是这样子哦。Oh! 然后 hold， hold 比较像小只的，就是很小心的捧在手上，对对对，所以他应该是捧着这个老鼠。然后那个我们的嘉文做成这样也很可爱，他抓着老鼠这样、嗯。那那天我记得他就是摸着他看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对不对？嗯、所以他就是他的意思是。他从对 Algernon 很有敌意变成是那我想我们可以当朋友吧、嗯、所以那天的主题句叫做 I think I'll be friends with Algernon， I think I'll be friends with Algernon， 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当好朋友、嗯、I think I'll be friends with Algernon， I think I'll be friends with Algernon。 那那天的关键字叫做 blink blink blink，眼睛眨一下，因为他看到他手上的那只老鼠的眼睛，什么一半是红色，一半是什么，我忘记了。啊，边边好像什么黑色，什么里面红色的。好好好好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礼拜三喽。上上个礼拜三是主角是他，是 Miss Kinian。我们都一直都设定这只是 Miss Kinian， 对不对？嗯。好，然后呢，那一天的主题句叫做、嗯、Then she got something in her eyes。Then she got something in her eyes。她的眼睛有什么东西？ Her eye， 单数的。哦哦，他用单数哎，为什么好奇怪哦？不知道，但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啊。好，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老师的眼睛亮亮的、嗯、，Miss Kinian 的眼睛亮亮、嗯。他想翻成湿湿的，或是有东西都可以。然后那天的关键字叫做 coma， 千万不要念错哦。我刚刚念成 coma， 然后就是昏倒的意思，它是 coma， 嗯，昏迷、嗯。然后我非常对不起大家，因为呢。我们讲太久了，然后已经7:20了、啊。我们下次补给大家一次。好啊，好啊。逐字念小说，你看12句就可以讲这么久、欸，哎。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下次那个老师已经进来了，我们下次再补给大家。老师，你可以直接开始、嗯。我要慢慢进去。那所以我们要讲吗？讲对、哦。可是好哦。可是。那来啊。来呀、啊。Progress report， 来吧。Oh, April 14th,、mm-hmm. finished Robinson Crusoe. 啊，我知道这本书，我跟你说，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鲁滨逊漂流记的名字叫这个。哦，所以他读完了。嗯，他在炫耀。炫耀啊。嗯，继续。I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what happens to him, but Miss Kinian says that's all there is. Why? 他想要 find out 什么？他想要知道接下来结局他会怎样吗？就是后来书结束后。再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他看完之后，他意思说他看完之后很满意，但还想知道，就代表他是一个超级有好奇心的人。啊、真的真的。嗯、但是 Miss Kinian 跟他说，就这样而已啊，就这样而已，没就这样就这样，不要想太多。为什么？对啊，为什么？那这个 why 是 Miss Kinian 讲，没有是他说，他说 why， 为什么你不让我继续追？为什么没有继续？为什么就是这样？鲁滨逊应该会有他的人生继续、啊，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对啊，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写？嗯嗯 ，April 15th， Miss Kinian says。I'm learning fast. 我学得超快、嗯、飙车、嗯、She read some of the progress reports and she looked at me kind of funny. 这个 funny 不是真的 funny 的，就是用着一种表情怪怪的，好像他懂了什么然后你不懂的那个感觉、嗯、但是不是觉得有趣的那个意思、嗯、就是感觉他从他的 report 中读到了什么、嗯、She says、嗯、She says I'm a fine person、嗯、and I'll show them all. 他为什么要用 fine? 很好啊，我知道 fine 是很好，但是它有别的什么意思吗？很赞。好，
没有那种 polished 还是什么？哦，有，很细致的什么的那种意思。嗯，好像可以、哦、因为 fine 不是小小的那种东西，哎，我也不知道啊。I'm a fine person. 嗯 ，and I'll show them all. Show 谁啊？哦，他的那些 Joe， 对对 ，Amos， 对对对，那些人，那些讨厌的人 ，Frank， 嗯嗯 ，I asked her， 就是你会比他们好的意思啦，你比他们都还好。嗯 ，I asked her why，、嗯、我问他为什么，嗯 ，She said never mind， but I。没事没事、嗯、没事 but I shouldn't feel bad if I find out that everybody isn't nice like I think. 哦，我想起来了，嗯。但是他说呢，如果你真的早发现大家不是像如你想象般那么好的话，你不要太难过。嗯、因为他正在变聪明当中、嗯，也就是说他会慢慢去推理你其实在讲的那些话。他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he really pulled a Charlie Gordon、嗯。那一旦等他懂了之后，但他一直把他们当好朋友，他就会有一种我被霸凌了。原来你们霸凌我，糟糕！所以他希望他到时候不要太惊讶。嗯嗯，把他打预防针。嗯、She said, 啊，痛痛。She said, for a person who God gave so little to, you've done more than a lot of people with brains they never even used. 嗯嗯，对于一个麻烦姐这个嘛 ，She said, 对啊 ，for a person、嗯、who God gave so little to.就上帝都给你那么少的东西，你还做了很多东西、嗯、you done more、就是、你做了很多，然后比较你有很少但是给很多，没有你 做,、啊、你做很多，他对他给你很少，可是你做很多，你很努力，很努力，然后比起谁呢，比起 than a lot of people、哦、跟很多人比起来 with brains 他们有脑袋、嗯、他们有被给予脑袋，但是他们没有 they never even use， 可是他们居然都不用、哦、他的脑袋比较小颗，但他很认真很认真的用、嗯、然后他们的脑袋很大颗，但他们都不用，大颗大颗不用。嗯、I said, all my friends are smart people, but they're good. 他们虽然都是聪明人、嗯、我的朋友、嗯、但是他们也都是好人、嗯、They like me, 他们喜欢我、嗯、And they never did anything that wasn't nice、嗯、他们从来没有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情、嗯、明明就有，明明就把他灌醉，然后叫他去买咖啡，回来人又不见了买报纸，对，咖啡跟报纸，然后回来又不见了，还要被警察揍，放歌纸，放歌纸，买报纸，放歌纸。Then she got something in her eye，、oh, 然后她 眼眶突然好像有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她可能是听到她很真诚的讲这句吧 ，They like me， 感动，被打动。They never did anything that was and nice. She had to run out to the ladies' room， 然后她就跑到洗手间，她就狂奔进洗手间，有狂奔吗？我是不知道，没有狂奔。我比较抓毛，我是知道她要跑进去哦，可是我不知道她没有跑。她进去擦眼泪。嗯、好啦，快点。April 16th, today I learned the、哦、comma. 开始了，嗯。This is a comma, a period, with a tail. Miss Kenyon says it's important. 等等，这好难念。再一次。现在是这样，所有的黄色都是逗号。嗯，对。然后他就因为他学了 comma， 他超开心的。嗯，他学了逗号，他就开始狂用。每一个都用 comma， 所以你要开始了吗？准备好了吗？不能是我词哦。好，三二一 ，Go。Today I learned the comma. This is a comma, a period with a tail. Miss Kenyon says it's important because it makes writing better. She said somebody could lose a lot of money if a comma isn't in the right place. I don't have any money, and I don't see how a comma. 哦，你少一个。啊，哪里、哦？我没有少呢。什么鬼啦？哦，我忘了标黄色的。哦 ，I don't see how a comma. 哦，我忘了那个。keeps you from losing it, but she says everybody uses commas, so I'll use them too. 我觉得他其实很开心哎，就好不容易，我觉得好像好不容易学到一个东西，今天然后他就开始我学，我要逗号，我要学，我要用是逗号，对，句点。然后他在解释逗号是什么呢？长尾巴。逗号就是一颗句点，长尾巴。嗯，对吧？一个圆圆的长尾巴，嗯、就是它会形容它的形状。我的老师说很重要，因为让写作更好，进步。嗯、他说，那难道意思就是他以前都 不用 comma 吗？你到前面看就知道的。他只会句号。真的、啊？真的、啊？对、啊。哦，你有回去看吗？你是到这边才回去看的，还是你之前就知道？之前就知道了。哦，那你刚刚不跟我讲。好，现在知道，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哦。好好，那我回去看。好。所以他现在开始会写逗号。他说有人可、嗯、有可能会 could lose 很多钱，嗯、如果逗号啊，有老师没有讲摆在什么正确的位置，就是那个英文的钱那个，就一千块啊，一千，嗯、然后点错一个一comma 零零零嘛。好，
没关系。然后放错地方就变十块钱。I don't have， 我没有任何钱。嗯，所以没差。所以我不知道，看不出来。哦，一个逗号。Keeps you。哦，我懂这句了。From losing it，怎么会失去？让你失去钱？老师说 comma 放错，你就会失去钱钱。啊，我又没钱，所以我没差，我也不知道 comma 怎么那个。我很穷，我不知道，快点啦！他说大家都用逗号，都好。Everybody， 大家用逗号，所以我用他们。啊，这个放错了啊！哦，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就用逗号，所以我逗号用他们。耶耶，来 ，April 17th，I used the comma wrong， 啊，发现了啊，我糟糕，我用错了 ，It's punctuation。什么意思 ？Punctuation 是标点符号，它是一个标点符号。Oh. 它不是到处都能用的， mm-hmm. 就是你要选地方用。Okay. Miss Kenyon told me to look up long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叫我老师叫我找很长很长的字在字典里面、mm-hmm. to learn to spell them. 嗯，学着怎么去拼。嗯、mm-hmm. I said, "What's the difference if you can read it anyway?" 哦、oh.。为什么要拼？你会念就好啦，你为什么要学会怎么拼它？应该就是说，就算没有拼对，你看到自己脑补完你还是读得出来就好，就知道。对对对，就像今天早上九节诗经讲的那个、嗯、She said it's part of your education. 她说这是你学习的一部分、嗯、So now on I'll look up all the words I'm not sure how to spell. 所以现在我要查、哦、我不知道怎么拼。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以前的人生是他看到某一些字，其实他知道意思，他就过去了、嗯，就看完了。对。可是自从他变聪明之后，嗯，他就算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还是要回去查一下那个拼法，对不对？对对对。好哦。嗯，好。It takes a long time to write that way, but I think I'm remembering. 他说：“哦，那、嗯、写字好麻烦啊，要好久。嗯”但是呢，我好像这样会帮助我记得更多。我记得了，对对不对？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I only have to look up once， 我只要看一次就好喽。And、哦、after that, I get it、嗯。就是他现在变超聪明，他只要查一次就会查。对啊，对啊，一次、嗯，第二次就是对了。Okay. Anyway, that's how come I got the word punctuation right，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写 punctuation 才拼对的。因为我看了字典，我看了字典，我查出标点符号叫做。Punctuation, P-U-N-C-T-U-A-T-I-O-N 然后我写对咯 right、oh. It's that way in the dictionary 就是字典上是这样写的所以他现在虽然变聪明但是还是有点幼稚对对、嗯、我超聪明Miss Kenyon says a period is punctuation too 他说句点也是一种标点符号 O、嗯、And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marks to learn、嗯、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标点符号要学、嗯、I told herI thought all the periods had to have tails, but she said no. 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嗯，他为什么觉得所有的逗号都要有一个句号？为什么所有句号都要有一个尾巴？句号加尾巴不就是那个逗号啊？对啊，我不知道哎，是不是他觉得变高级了？加个尾巴，句号就变高级了，因为他会游走。蝌蚪You got to mix them up 就是不能像他那样一直用同一种、嗯、就是要有时候这个有时候那个比如有你看有这个什么嗯，就要换一下哦、嗯、She showed 他给我 Me 我、啊、我懂我跟你说好我懂了他在乱用他也自作聪明就是他前面刚学会逗号他开始狂用逗号对对对他可当别人跟他说哦不是你要混合起来用的时候他就开始乱混了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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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边是另外一篇他在乱用的就是滥用滥用标点符号好 She showed me, me. 嗯嗯 how to mix them up and now I can mix up all kinds of pronunciation in My writing, there are lots of rules to learn, but I'm getting them in my head. One thing I 意思，其实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讲说我会混着用了，嗯，对吧？你看，你看，你看吧，我混了，我会混着用在我写的东西里面，嗯嗯。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规则要学，但是呢，我已经开始记起来了。对，我的脑袋已经开始在背了。虽然这个地方逗点符号乱七八糟，真的、嗯、One thing I。有一件事情 Like about 我喜欢的是吗对你来翻吗 Dear Miss Kenyon 亲爱的 Miss 老师 That's the way it goes in a business letter If I ever go into business Dear 就亲爱的谁谁谁、嗯、哼哦他在写一个一封信他说对如果一封信的开头都是说
给谁嘛，嗯，然后他说信的开头就是写 Dear 谁谁谁，嗯哼，所以他前面写 Dear Miss Kenyon， 然后后面标注说 That's the way it goes in a business letter。 哦，很像在跟他说 Adjective 就是长这样，他就是这样拼的，对对对 对， 对，这东西就是这样，就他的括号都在跟人家说我学会了什么东西，对对对，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写信上面都会写，嗯，你觉得他这样写 Dear 谁谁谁，所以他在他的 Progress Report 里面在教人家东西，对对，嗯嗯。 Is she always giving me a reason when I ask? She's a genius. I wish I could be smart. Oh, smart. Like her. Punctuation is fun. 就是他觉得表演符号超好玩。好玩好玩。然后他觉得 Miss Kenyon 是感觉就是这一篇超嗨的就对了，嗨到不行。因为好多惊叹号。对啊，然后老师就说好惊叹号的人很 low。还有我们都不敢用。我现在都从七个变三个。Oh, no. 好啦，我们弄了7:34。34。老师，那我们就把现场还给你。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播。棚内主播。你们要取消。等一下，同学好啊，听得到吗？嗯，我们要谢谢那个，谢谢他们好认真的那个二人组啊。我们小说课的人才150个人呢，是大家都跑去 YouTube 听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哈。那个我们就不去看这件事了。那个很多熟面孔啊，我觉得蛮好的。那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人生观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去想说，我们都一直在跟着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就是跟已经信教的人传教嘛， preaching to the choir， 那个 choir 就是唱诗班啊，牧师跟唱诗班的人讲到这句的成语，就是说你已经我已经信了，你不用再跟我讲了，这样就是你跟粉丝继续那个灌迷汤就对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讲的更那个应该叫做那个叫什么结婚纪念日还送老婆鲜花，就是说都已经到手了，就不用管他了，对，因为那个味道了，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不好听的比喻都可以。好啦，那我们就那个利用剩下的这一节课的24分钟，我们来讲一些24分钟适合讲完的事啦，这样好不好？我等于是我们搬新家了，你们知道吗？我们从以前的那个旧的党部搬到新家，我们的说法就跟各位这叫什么学员们啊，我把你们称为学员的话，我们的说法就跟各位学员们是同步的。我们自己团队里面就会说，哎，党部的椅子要不要搬过来，党部。当我们讲党部的时候，指的就是清真寺旁边的那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场地啊，陪伴了我们一年半嘛。我们租那个地方是去年的农历过年了，所以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嘛，就是阿旺老师啊，我们的御用的书法家阿旺老师，在我们党部还没有任何的装潢桌子的时候，他就带了好大好大的春联要来送给我，很大一张，我不知道那个怎么那个尺寸怎么讲了，就是一个大的霜哦，好大的霜就来给我，我还没有空去把它雕刻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过了大概15个月嘛，然后我们就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中间的过程就略过不表了，我只能说。不管是上帝啊，还是阿拉，还是菩萨，还是 whatever power, right?
不管什么样的力量啊，我觉得是很眷顾我们双母语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半之内人变多嘛，多到我们实在坐不下，那就要找场地。可是你们知道找地方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啊，有时候半年三个月找不到是很合理的。结果我们找到的第一个看的第一个讯息，因为部长会去找嘛，他会寄给我啊。你知道我这个人都是这样，我都不看的，就是我大概知道，因为我实在太多资讯啊。我如果很较真的话，我会疯掉啊。而且我的位置也不应该把每件事情都很较真啊，我要对每个人都很较真，不可以对每件事都很较真啊，你知道？那所以，我印象中有很多间，然后我没有喜欢的。我那天就跟自己讲说，其实就妈祖托梦了，就是那还是个礼拜天了，我就说我不管，我就去看这间，我不管了，我一定，我今天一定要出门就对了，我一定要出门去看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这间了，很好玩了，早上看嘛，下午就决定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搬来这个地方啊。然后这边有空的话，我们就会拍一个有点像导览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新家。在这个家至少会再待两年了，我的估计了，会待两年了。那我的今天是几号？十月几号啊？六号。今天是十月六号嘛？我们的公司叫做十四嘛，哈，实在很相似的十四啊。十月四号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转捩点啊。十月四号刚好就是十四这个公司嘛，对。十月四号就是我在十月四号之前讲话是一种方式啊，十月四号之后讲话是一种方式啊。那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一个信念啊，叫做我不要。我搬家嘛，我从党部搬到，从旧家搬到新家嘛，我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之前的场地了。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说，不是说起给处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某种感恩的概念呢，就是这个场地曾经与我们有恩嘛，我们在那个地方开始，那我就不退租了，就是。我这里不退了，我留着，我总有东西可以做。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师资六班的一位谢怡珍博士啊，他应该快要那个拿到学位了，就十二月应该就会拿到嘛。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台湾双母语研究学会啊，学会啊，就请这位博士来主持，我觉得非常合理啊。他拿的学位就是在英国拿的博士学位，就是跟双语政策相关吗？我觉得台湾不会超过几个，搞不好他是唯一的一个或第一个专门研究这个的博士嘛。那所以他回来，我们就你不觉得很棒吗？他回来，我们就刚好有一个地方给他用啊，那个地方大概二三十平方，就是本来是我们的党部的，就直接给他用当他的学会就好了。只是他会很寂寞了，一个人在那边，我们找一些人去陪他好了。其实是有了，我们的地下室就改成很正式的录音间了，所以音乐部门会陪着我们的谢怡珍博士在处理台湾双母语研究学会的那个事务嘛。OK， 大概是这样。那我要讲的是说，从今天开始的九阶十的小说课，全民小说课，你应该会开始发现我讲话的很多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啦，我会开始讲一些我以前不讲的事情啊，就是我的内心的比较。接地气的话，但是那个接地气的话有一点像是名言呢、比较像是还蛮厉害的人说的话，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就因为这，我跟你讲有很多原因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小说从上个礼拜开始已经进入分水岭了，再下来是英文要很好的人才可以看，你知道吗？再下来是英文好的人看，这之前是亲子可以一起看，所
所以我要开始跟各位讲说，你们自己对号入座。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讲各式各样不同的阅读一本英文小说的方式，啊，你自己去对号入座。好啊，我从最简单的讲到最难的嘛，懂了？开始了哈，一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我是不是有逐字录过、念过？我有念过吗？这是一个 source。第二个 source，Irene 跟大倩也有帮大家逐字念过，这是第二个 source。第三个 source。网络上有有声书，三个 source。你的做法就是，你把它印出来，放音档，眼睛就看着这个，看不懂都没关系啊。我以前学英文我也看不懂啊，就这样，怎么样呢？眼睛耳朵听，眼睛看，手可以指看看，你可能手可以指看看。然后呢？没有啦，没有然后了，就这样学英文，知道吗？就这样读这本小说。OK， 这是一种。你会问我说，可是我眼睛看到的都是拼错的东西啊。Yes, that's the point.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要认为你的小孩子看多了 spelling 错的东西，他就会背起来。真的那么好，他就去看 spelling 对的，他也会背起来，就是没有嘛，就是没有。你就去看了，你 我不跟你解释后面的很多很多设计的原则了，你就这样去看这本小说也可以啊。我可以提前告诉你啊，我今天可能会跟你讲十个方式啊，不管你什么程度，十个方式你通通都可以用了。我讲这样比较快了。好，第一个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播音档，眼睛看，手指，一直重复啊，你一天可以重复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第二个方式啊。第二个方式我从倒过来跟你讲啊，刚刚不是有很多标点符号吗？很特别的标点符号吗？它是一个 style， 对不对？它是一个巧思啊，就是让这个主角用很奇怪的标点符号去把一篇文章袭击了嘛，对，攻击了这篇文章，这样乱丢嘛。好好，你跟你小孩就来做这个，用中文做。什么意思呢？其实用中文做、英文做都一样意思。我们先讲中文啊。如果你小孩有已经在上学了，对不对？他在康轩啊，有小英文课本也可以，任何一个 text， 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我用中文来解释了。你拿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不对？好，你把三字经的那个三个字中间的都打散嘛。好像以前读古书不是会圈点吗？你就把圈点的东西拿掉了。所以你会不会有，比如说我们就定一个数字好不好，99了。人之初性本善，你连续找33个三字经，这样都会找找找找，是不是就有99个字了？ 你都听得懂吗？99个字，好，你就把它排一排嘛，对不对？99个字，把正常的横的排这样子， OK。 然后你就去随便抓中文的注音标点符号嘛，假设有10种标点符号，懂了啊？99个字嘛，对不对？你拿10个，那好像在刮掉啊，你知道吗？刮掉在我每一种花色你就乘以3嘛，那是不是30个标点符号？你把30个标点符号，对不对？你就把它撒下去，丢到99个三字经里面，对不对？哦，我跟你讲超好笑的，你一定会觉得超好玩的。这样懂了吗？人，人啊，问号，人啊，蜘蛛性，蜘蛛性什么东西？关你的，关什么蜘蛛性？不知道了。知道吗？然后本善冒号，知道吗？性问号，相问号，近问号，然后习相远，然后引号，有没有？就是知道了，就这样乱丢了。知道，那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文字趣味，好不好？文字趣味，同样的方法，你不用在三字经啊，你用在捷运上啊，捷运上看到的任何字都可以啊，随便你乱断句，你知道？可是我们先固定一个功课啦，大家才会有共通的经验跟话题嘛，其实是可以变成内化成心理的一套心法。你们知道方法跟心法是两个概念吗？
方法的意思是啊，某个人心法，他讲出来给你听了。某一个人有心法，他讲出来给你听了。那一个 Daniel Keyes， 他有一个心法叫做，我可以把 punctuations 乱丢来丢去，形成一种新的 style。他不吝啬的分享出来，是变方法了。那个方法本来是他的心法的、哦、现在丢出来变方法，很多不太厉害的老师就教过去就算了。我是一个会把人家的方法再捡回来，再提醒你说，你把人家本来在他心里的结果丢出来的方法再捡回心里面，这样懂吗？各个 kill 等级知道吗？所以从心啊，从 Daniel Keyes 的心丢出来变方法，你再把它做一次转换，变中文的转换，你是不是会领悟到一些方法？那个再放回你的心里面，那个东西就是你跟孩子的，那就你的了。你们去搭捷运，路边看到招牌，心里就会自动乱丢标点符号，知道吗？心里就乱丢，那个东西啊，是你可以给孩子最最最珍贵的礼物。因为那个东西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文革的时候有人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这些故事都我都读过啊， 那个都没有骗人的，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啊，你知道吗？那个骗不了人啊。我们听过的是比较厉害的那些人，是他整个什么楚辞哦，诗经哦，他可以默背出来嘛。所以当他被虐待身体最痛苦的时候，他就默背啊，默背楚辞，默背什么，那个太高干了，默背莎士比亚，那个很厉害。但是那个方法，那个逻辑本身呢、啊、你跟我都有。你有没有等公车的时候啊，突然在那边哼那个张惠妹的歌、啊、太无聊了，你知道啊？那个就是你太无聊了，哼个歌，那个就是，那个叫心法，那个叫躲起来啊。人世间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嘛，外面的境界会不如意，笨蛋啊，会跟外面的逆境对干，你知道吗？对干有听过吗？你就傻子，你跟他对干你一定输的嘛。聪明人就躲起来，跟冲浪一样啊。浪来的时候你疯了吗？你以为你可以怎样啊？躲他一下，然后趁势你去站到他上面，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啊，好不好啊？什么叫做心法？就是各式各样暂时躲起来的方法啦，那个叫心法。我认为幼稚园小学应该教这个，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幼稚园跟小学应该教这个，因为那时候人心回复的最快、啊、上国中就要考试了啦，那个救不了的啦，那个你就给他考试就对了，知道吗？国中好好考试，高中又可以开始了，高中可以再教他心法。我讲这个是我有想过，我有深思过这件事情啊。理论上来说啊，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候不应该有任何三年变成国中那种填鸭式教育，一直考试一直考试，照理说不用这样啦。但是毕竟我们活在现代社会，总要读点书考点试啊，你知道吗？总要，我讲以小说课来说啊，学英文嘛，你这辈子总要苦三年来背个单字吧，你总要苦一下吧 right？ 那三年你认为应该是四岁五岁六岁吗？我觉得很可怕。那也不应该是一到六年级吗？我觉得那个三年就应该是国一国二国三。为什么不是高一高二高三？是因为啊 by that time 来不及了，他大概放弃的就放弃了，这样知道吗？ 我是很诚恳的跟你们各位家长说啊，我是这样在看这件事情的。我认为国中生是可以逼的，因为他还小，
可是也没有多小，这样听得懂吗？高一你逼他，他有可能会杀死你，我跟你说，要么杀死你，要么杀死他自己，因为他大了嘛。哎，大了，你又再给他心法，你再教他很多心法，那又可以了，好不好？好，知道哦。当你有那个心法之后，就会变成啊，下雨天，留客天，天留逗号，我逗号不留惊叹号，有没有？有没有？就那个，它就是断句，就是个心法。有没有看到我背后的东西？我背后是不是有几个字？有没有？萧伯，听得出来吗？好不好笑？萧伯是啊，萧伯。好、哦，是萧伯是什么？你听得懂吗？萧伯，你是什么？你是双母语，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刚刚那个就叫心法，那个东西的最高境界叫做自得其乐，知道吗？一个人可以自得其乐，是不是就不用太在乎钱？没错吧？啊，一个人可以自得其乐，是不是不用太在乎感情分手？不用太在乎什么？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嘛，因为你自得其乐了嘛，我自己可以得到快乐嘛，不用仰赖外境嘛。那是不是你可以给孩子最珍贵的宝贝就这个？你给他再多的钱、信托、基金都没有用嘛，那个东西是外面的，他可以自得其乐，是不是很高的境界？知道了哦。好，他遇到另外一个跟他一样可以自得其乐的人的时候，他们去分享各自的自得其乐，这两个人叫相谈甚欢吗？你知道那不是很好吗？啊，你有幸碰到这个人，如果是女生就追他就变 soul mates，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啊，两个就变两偶，不是怨偶吗？真正两个会在一起的人叫做各自自得其乐的人，你知道吗？两个各自能够自得其乐的人才会永远在一起，不会离婚的。你懂了？那我问你哦，老师可不可以在他的课堂上自得其乐？可以吗？学生可不可以在他的课堂上自得其乐？可以吗？这样的师生就是一辈子的嘛，知道吗？这样才叫做教育嘛。就是老师，像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教那个儿童班呢、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教你们，我也是自得其乐啊。你以为我教这个很痛苦吗？我觉得蛮好玩的、啊。我是讲给自己玩，我也看一看哦，听，就是我自得其乐 ，right？ 你们也自得其乐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两边是不是各自玩各自的，各玩各的嘛？啊，是刚好各玩各的，我们又 share 那个心法嘛？所以那个叫神交嘛，你知道吗？我们是在道上相遇嘛，我们在乱丢注音符号、乱丢标点符号玩文字的这个道理、啊、这条路上我们相遇了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师生，也是同伴啊，我们一起在玩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道路的道。我刚刚说的你听音档眼睛去看的这个道，如果你没有感觉，没有自得其乐，那我跟你就道就不同了嘛，我跟你又不、啊、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就算了嘛，你的这一个方法就算了，好不好？所以夫妻之间是各自自得其乐，师生之间是各自自得其乐，那亲子之间呢？它不是一样，懂吗？你的小孩爱玩什么？如果你刚好也爱玩，你们就是，对不对？好、哦、啊，如果他喜欢的自得其乐的东西，你真的一点 feel 都没有，你们就是 share DNA 而已 ，nothing else， 就是 share 一个 last name 一样，其他都不一样，就这样吗？好不好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们看小说课应该 要学到的那种东西。好啦，那我就加快脚步哦。另外一种可以去阅读这个小说的方式啊，是把它画出来啊。要画什么啊？我们已经给你关键字跟主题句啦，你就把关键字跟主题句画出来啊。这是一个阅读小说很好的方式啊，好不好？再讲第四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没有之前没跟你们提过，你可以跟一个人，跟着一个角色，那个叫做线，线条的线，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真的叫 line 啊， plot 有没有 line 啊， 它是一条线。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剧情都有主线嘛，然后有支线，对不对？像他朋友欺负他就是支线嘛，不是主线啊。可是主线是一种阅读小说的方式啊，你可以从支线去阅读小说吧。什么叫支线去阅读？就是说啊，你重新讲这个故事，可是你只从 Algernon 的立场去讲这个故事。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我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博士学位嘛，就是 我会看剧本嘛，我要研究剧本啊。你知道剧本跟脚本是不一样的东西吗？剧本是写的啊，脚本是演出来的啊，你知道吗？剧本是读的嘛，在桌面上嘛，啊，那个脚本是演的，是在舞台上嘛，还他要演出来啊，懂咯？这是两个，一个是眼睛看的 ，right， 一个眼睛读的嘛，啊，一个是要演出来的。好，这样知道了。好，我问你个问题哦，你如果是演啊，演 Flowers for Algernon， 对不对？然后你从 Algernon 的立场出现的话，你知不知道？七点开演，对不对？ Algernon 是七点半以前都还可以吃饭的，吃便当，这样子有没有像我刚刚那样？就是我刚在这里没有错，可是还没有换我上场啊，我还没有上场啊。所以从 Algernon 的立场，他是 Progress Report 到第六次还第四次的时候他才出现嘛，知道吗？好，啊，你们很好，你们都知道，好，第三次，你们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从他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这样会哦。这个对孩子啊，我还是念兹在兹在跟你讲幼儿教育啊，孩子的教育啊，他会知道配角也有一片天啊，这个很重要啦。你从配角的立场去看，哈姆雷特里面有两个很不重要的角色，专门只是报讯息而已，他只是讲讯息跟你讲说啊，哈姆雷特出海死掉了，就这样，他是负责 messenger， 只是两个邮差啦。我跟你讲，就那两个邮差就被某个人写成剧拍成电影了，就这样一个两个邮差很好玩啊，就是店小二你知道，我知道讲成中文应该叫这个啦，路人甲与路人乙居然拍成一部电影了，你知道，就这个。所以我在跟你们说，你从支线去看其实蛮好玩的，好不好？ 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做了才知道我说的啊。最近有那个某间餐厅又得了全球最佳餐厅啊，你从葱啊，你从葱的立场想，葱知道吗？跟你从饭的立场想，热炒店啊，那个饭啊，每次说哎呦又就点又到我了，又去了，你知道，就是你的，你就想象有人来吃饭，对不对？他点什么那个饭就说，啊，我又上场了，这样，因为是主角嘛。沙拉有一次，啊，我又换我了，这样啊，那个葱就比较没有嘛，因为只有要如果某些菜要撒他的时候才有啊，比如说那个虾仁，对不对？虾仁就是他平常都不用上去啊，人家点什么那个豆腐烩饭啊，那个牛肉烩饭就跟他没关系啊，那个虾仁就这样晃。Yes， 真的听得懂吗？你慢慢去想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家的小孩万一毕业典礼哦，一直叫什么市长讲、县长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家长讲，讲到后来什么脚长讲都叫出来，你们好不好笑？手长讲啊、脚长讲啊、什么长，通通叫完，还是没有叫到他的时候啊，他如果回想到那些支线的话，他会比较好过了。你不要跟我讲说温健的是市长讲啊，我肯定供你。我觉得没有讲的居多啦，没有讲的居多，所以你要教育要为了那个多数人去着想，好不好？好，那我就因为是8:03，我就讲到8:10，我们休息一下，这样好不好？好，你刚刚那个都过了哈。
再来就是你拿薄薄的描图纸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描图，那薄薄的纸啊，去盖在我们的文本上，任何一页都可以，任何一页都可以，你让去描啊，描描出这个 progress report， 纯描，这样也可以，知道哦，纯粹描就好。若小孩超过了六岁，就是他知道 A B C D 了。若他知道 A B C D， 请你把它倒过来给他描。你不要让他认字啦，认字不是我的意思啊。他如果才三岁，根本看不懂，你就叫他正的描啦。如果他已经懂英文了，你就要倒过来，好像阿拉伯文有没有？就根本看不懂，你知道，把它当图像来描，这个有用。OK， 会咯。我是不知道你们真的会假的会，但是我就假设你刚刚都听得懂了。好，他现在做了三种啊，我刚刚讲的不止三种，但是三种哦，有一种叫做什么标点符号乱丢，这是一种；第二种叫做描图这个东西；第三种是不是叫做画画？我先讲这三种，这三种可以加在一起，你知道吗？他描完是不是他有一个自己写出刻啊，自己刻钢板，自己刻出来的很漂亮的那个东西？其中是包括标点符号，没错吧？他刻了一堆东西嘛，你就把它剪，把它剪出来，这样知道吗？剪，啊，你可以把它丢出去，这样知道？他自己弄的嘛，你把它剪，啊，你他搞钢就是护背啦，你先护背再去刻，剪一剪或割一割，对不对？等于他自己会做出好多好多标点符号啦，yeah？ 然后再拿那个标点符号丢到三字经里面去，有没有？嗯啊，啾啾的很好，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玩。啾啾的跟 spelled ink 一样嘛，现在叫 spelled punctuation 嘛，这样啾啾的它丢下去这样子嘛， yeah？ 然后当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耳朵可以边听嘛，是不是？边听那个，啊，边听人家念嘛，这样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几乎放在一起？啊，你不要忘他可以画画哎，你不要忘他可以画画哦。那既然标点符号可以丢。记得吗？标点丢标点符号叫做心法吗？标点符号可以乱丢，难道他画的图不可以剪下来乱丢吗？当然也可以嘛。那是不是他有两桶东西乱丢？一桶是丢的标点符号，一桶是丢他画的东西吗？这样组合起来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那一种东西其实叫 brainstorming， 其实那个东西叫做brainstorming 叫什么？叫做脑力激荡啦，其实叫脑力激荡，那个东西叫脑力激荡。可是脑力激荡是已经有心法的人才有资格说的，你已经有心法才可以说，哎，吴敏华，我们跟裁缝师来脑力激荡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一件旗袍或西装怎么做，对不对？脑力激荡一下，裁缝师，我跟你脑力激荡一下。可是裁缝师会说，肖博士好啊，啊，你有拿过剪刀吗？我说没有，我只有拿过那种剪刀。你说那种剪刀我没拿过，你懂吗？就是你根本没有心法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讲脑力激荡啊？懂哦。那你看到一群三岁小孩说，我们来开一个脑力激荡的创意会议怎么样，你就说，小朋友，你什么都不懂，有什么好创意的，知道吗？所以你们看到小孩子的创意其实不叫创意，你们懂不懂？你看到小孩子说，哦，好那个好那个，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创意。创意是有逻辑的，你不要以为天马行空的东西叫创意。你看到小孩子那个东西叫做生命的本能哦，被造化的手啊，当标点符号乱丢，不小心被你看到一个好笑的组合，那个叫做孩子画的东西，你知道吗？它是一个需要训练的过程。你千万不要以为艺术家啊、创作人啊都是天才，喝个酒就可以写诗，你大头啦，你喝个酒只会吐好不好？喝个酒只会喝醉啊，不是这样的。我最懂了啦，我的工作就是创作 and 喝酒，我最懂这两个。你一定要有料，你一定要有墨水，
才去奢谈什么叫做创意。我在讲的爽快一点跟你听好不好？刚好看到吴敏华的那个裁缝师马妈妈，对不对？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谓的创意就是剪裁啊，你知道吗？把东西剪出来啊，剪出来是不是有些布会废掉？知道吗？有些东西有些布会废掉，那个废掉难道不是很高贵的布吗？也是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背了500首童谣，我真的要创作一首的时候，我是要废掉499首的字数，我最后要留一点点东西嘛。可是被我丢掉的不是不好啊，被我丢掉的都很厉害，只是我刚好这样剪的时候不是这样剪的嘛。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手上连一块布都没有的时候，你说你要去做出一个什么的东西，你唯一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国王的新衣，了解吗？懂了，那个叫国王的新衣了，好吧？那就刚好8:10，8:20的时候回来哦，好，知道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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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ever. It ran with ease. The cheese not there, no longer a tease. The mouse won the race. A man lost his chase. He once got better, but the mouse has withered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The mouse has withered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Some flowers on the
it somewhere. Be in the tease. The mouse won the race. A man lost his chase. He will get better. But the mouse will now wither, wither away. Some flowers on a grave the mouse forever lay. The mouse was clever. It ran with ease. The cheese not there, no longer a tease. Hello， 同学慢慢回来吧。我们今天谈到那个各式各样重新阅读 Flowers for Algernon 的方法。我们说各式各样阅读 Flowers for Algernon， 其实就是各式各样阅读任何一本英文小说的方法嘛。其实也就是阅读任何一本中文小说、日文小说、德文小说的方法嘛，对不对？那其实也就是阅读任何一首英文的诗啊、中文的诗啊、散文啊，对不对？这都没问题吧？这是阅读任何文本的方法吧？好啊，所以你把我刚刚讲的话，我现在讲的都有点文学理论了，就是你把我刚说的话，到时候大千不是有一些笔记吗？你们都记下来之后去实践，缺一不可啦。你要看笔记那是理论吗？然后你要去实践吗？那是事项吗？又有理又有事，你丢去 你这样之后你就知道有没有挂碍吗？会不会有障碍吗？如果没有理事无碍的话，你就得到一个心法嘛，你知道吗？我给你一个理论，你去实践，果然通了啊，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心法。我自己学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会用到后来会用得很习惯嘛。我再讲一些例子给你听了哈，阅读的方法。你们知道 Flowers for Algernon 在日本拍成了日剧吗？而且它拍成两出，好厉害哦，两出，你可以去看啊。我讲完咯，你去看改编本身就是一个阅读的方法，你知道看改编啊。我的那个我在清华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位，我去九年嘛，不知道第四年还是第五年才终于有另外一位台湾的博士生，可是他是巴西籍啊，他是巴西的人啊，他是以巴西人的立场跑去念博士班的啦。然后他念的博士就是讲改编小说改编成电影，因为改编是一种翻译嘛，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研究，就是然后他选的文本是赎罪啊，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叫 Atonement， 你们知道吗？有听过吗？ 那部电影 很好看的，就是去看赎罪。我的意思是说改编本身就是一种重新阅读 文本的方式。而有两个日本的创作团队重新看了一次 Flowers for Algernon 嘛，对不对？他们重新看了，重新是这个意思，这样知道哦。好，有两个日本的日剧各十集吧，还有一部大概是1970年代的，片名就叫做 Charlie， 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个老片你也可以去看。
我承认我没有去看，我讨厌看老片，好老，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看再跟我讲好不好，去看一下。20不知道最近啊有 重拍，所以英文世界也有两个，一个是老电影，一个是新电影啊。那个新的电影叫 TV Movie， 它不是那种很最高规格去拍的，就是为了电视拍的电影，那个我有看啊，蛮新的啊。所以你有四个可以看的改编的 Flowers for Algernon， 当做你另类去阅读这个文本的选择，这样对不对？好，除了改编成两出日剧跟两部美国电影以外，它还变成了一出音乐剧，而且演的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那个 Michael Crawford， 歌剧魅影的男主角，所以那个你也可以去看。所以你看你有五个东西可以看哦，知道？你上 YouTube， 你打 Flowers for Algernon， 你又会看到一堆啊，那些通通都算在我说的，就是你不要花力气，你不要去剪贴标点符号，你什么都不用，你就去看别人的成果就好了，这样看也可以。当你真的得到我的这个心法之后，你就知道标点符号是不是你把随机的剪贴一下乱撒出去，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放在，是不是可以放在文字上？例如你先把演员表排出来， Algernon 是一个人， Charlie 是一个人， Miss Kenyon 是一个人，他的那些烂朋友是一群人，两个医生 Dr. Niemer 跟 Dr. Strauss， 好，你列出来演员表，假设演员表十个人，你是不是可以把这十个人啊一样乱，这叫什么，等到劲的吗，乱续的去啾啾的再丢回去，就变成什么 Dr. Strauss 跟 Miss Kenyon 在比赛迷宫，知道吗？你们知道就很好，我跟你说你去做你就知道在做什么，会很好笑，尤其是你的孩子啊，因为今天过后他看这部小说有一点太难了，也有一点太伤心了啦， 就是比较偏那个东西，就是很那种东西啊，你给他乱玩他会觉得好好，结果老鼠就穿着医生袍要去开别人的脑，这样知道吗？这个老鼠嫌人类太笨，要让人类变三倍聪明，有没有？就很多啦。或者是 Dr. Strauss 就变成那个 He really pulled a Dr. Strauss， 这样子，这也蛮好笑的，就是去置换。 Yes， 当你去置换可以从角色啊， 主角配角的角色去乱置换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用同样的心法，同样的心法，你就可以把动词给乱换。动词啊，我们拿第一个 progress report， 短短的，对不对？你就把里面的十个动词挑出来，你把那个动词重新乱弄丢回去，它会变成第二本书了啦，你知道，第二个句子啊。人之善，性本初，听得出来吗？性相远，习相近。嗯，哎，你们知道这是习近平跟习近远吗？习远平啦，习远平，对不起，习远平，这是他们好像是这样来的啦。哦，听说的，反正是真的有一个语境啦，真的是真的，这有啊。Anyway， 就是这样，这个叫做拆掉重打散重组，有没有？打散重组，我是用很白话文的方式跟你讲那种东西啊，很深奥的那种理论的东西吗？打散重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法，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打散重组，一直扩散到难的时候，
你可以拿我的关键字跟主题句去乱对调顺序，你知道吗？第一堂课的关键字变成 spilled ink， 第二堂课变成 they're going to use me， 第三堂课变成 I want to be smart， 是不是乱换？乱换的工作是剪辑师的工作啊，剪接啊。我们最近那个公司就在拼命的应征剪辑师嘛，剪接是最后讲故事的人，不是导演啊。你以这本小说来当例子的话，作者是不是把一个故事那个人叫导演嘛，把故事都拍完了，剪接就是说我可以决定我第二课的关键字掉到第六课，第七课掉到第八，那个叫做跳啊，跳序啊，时间会跳，对不对？时间会跳的高手是 Christopher Nolan， 拍蝙蝠侠那个人啊，因为我的网络不稳定是什么概念？好，我看一下啊，他是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你们有状况再跟我讲，他是不是时间在跳序 ？Yes。如果你让第一堂课变成 spilled ink 的话，是不是时间跳来跳去？你们要点头，要不然我实在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太难。大千会讲太难。好，那现在一到十堂课是不是有十个主题句？你把十个主题句完全倒回去叫倒叙法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叫做倒叙法。如果是一三五七九接二四六八十叫做夹叙，它乱夹着，你知道吗 ？Yes，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我是没有空去真的办学校啊，我认为我的这些东西是很珍贵的，可以让孩子启蒙啊。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小孩作文课，有没有中文作文课啊，还有小孩的美术课啊，其实都可以用我的心法，这不是我的心法，应该是说别人的，我们这些人文的人的心法，他可以用。我开美术班，我请大家画我的家庭，我叫十个人画，我现在手上是不是有十张小朋友的家庭的照的画画，没错吧？我是不是十个？我跟你讲，我拿个大剪刀，还是跟裁缝的概念，我跟你说裁缝的概念，我把每一张图折半就好了，每一张图折半把它剪掉，从中间剪掉，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要拼在一起你会笑死啊，真的很好玩。就搞不好我的哥哥跟爸爸去跟你家的妹妹跟姐姐变成全家福嘛，知道吗？他这就是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同一个心法啦，同一个东西。嗯，他说到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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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叫做 CVC 嘛，八千八就是在排序嘛。他说的最小叫做 bass bass bab bab bad bat， 啊，都是 bear 开头 ，bear 开头 ，bear 开头，是不是有顺序？可是我可以跳啊，我可以考你 bass bass， 然后就跳到 pab pap， 再跳到 mad mat， 是不是可以乱跳？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有无限种可能 ？Yes。那个无限种可能啊，就是一般人说的数学上的美。一般人不是很 gay 白说，哦，我是数学家，觉得数学好美。他在说的是这个，他在说的是顺序是无限多，可是它是有迹可循的，这一件事情是美的。对喽，啊，我们再放大一点，你知道你这个心量可以无限扩大吗？再放一点，再放大一点啊，就是 fusion。食物啊，不是 有一派的主菜的逻辑叫做我用法式的手法去煮鹅肉面给你吃吗？在台大那边不是有一间吗？就是法式手法煮鹅肉面给你吃吗？然后萧美琴大使是不是在双向园颠倒过来，他在华盛顿 DC 用我家牛排的铁板
去做去请外国人吗？他是不是又倒过来？他东西他真的就叫中文叫换汤不换药了。那可是因为汤跟药只有两个因素嘛。那如果是换汤也换药不换锅、啊、是不是三个你知道吗？换汤不换药可是换锅子，这是一种。不换汤不换药只换锅子，是不是一个那个变音呢、啊、三个变音是不是可以一直换，那样子会有很多种组合。然后那个英文的形容词叫做 kaleidoscopic， 万花筒般的。它万花筒是个形容词，万花筒就是这个东西啊。万花筒就是看似平凡无奇的小几何图案，这是一个变音。第二个变音是看似平凡无奇的红橙黄绿蓝靛紫颜色，然后就没了。它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就好了。你们有玩过万花筒吗？那个转转的那个，就那个。你说万花筒有多漂亮，它就有多漂亮。可是它根本没有任何技巧，你知道吗？你一直转转转就这样，它只是个法，那个就是法，那个就是心法。所以我请你们去背童谣啊，去背寓言故事啊，去背莎士比亚，就是说你多背一点点东西，对不对？然后我跟你很有将嘛，很有将就是转那个东西的方法嘛。你用很有将这个方法去转啊。去转童谣，转寓言，转 Flowers for Elgin、啊、如果你们没有对我的双母语没有那么熟悉的话，那就用这堂课来讲嘛。你就拿我们的关键字，拿我们的主题句，用很有将去转它也可以啊。那你会转出一个万花筒式的东西吗？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了不起的作品啊。从孩子的立场来看，就不是写作业了啦。学校写作业会烦死，你知道吗？它都是作品，而且那个方法，你用到60岁、70岁都可以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到，譬如说你年老的时候啊，当年跟你老婆的婚戒啊，是不是底下有一个座，上面有一颗 ，right？ 那将来啊。将来 你的儿子去娶人家的女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各拿当年爸爸妈妈的婚戒？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两个钻戒了？两个嘛，对不对？交换戒指，你不觉得好啊？我拿你家的上面那颗放到我家的桌子交换戒指，你不觉得这很浪漫吗？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做了，我是教你，我是当突然妈祖跟我讲说再也蛮好的、啊。这个是可以做，这是真的很浪漫的事情啊！离婚就完蛋了，我跟你说，离婚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那个意思，你再把这个错字哈，把东西错字的逻辑看啊，我们的台湾双语高山题就是这个东西啊。我就是把书法的点跟横转到英文的 I 跟 T 而已嘛，真的没有，就这样子而已啊。好不好？大人做叫做奥美广告，叫做创意无限，大人做这种事情，小孩可以训练，小孩做的会比大人做的再多一个叫做童趣、啊、那个原始的生命力的那个东西还没有丧失的那个东西嘛，这样 会成人类会看到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啊。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很多孩子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很小的小朋友是有天分的，可是爸妈觉得不要去伤害他，有没有听过不要去那个影响他的天分，那个是外行的爸妈啦，谁跟你说小孩不能教，你知道吗？他有天分我懂 啊你可以启蒙他一下，指引他一下嘛。嗯，你碰到我这种比较内行的人，我可以当场点他吗？你如果自己怕你点不了你的天才孩子的话，你带他去故宫博物院，你知道吗？你带他去看那些厉害的人，那些人教他就好了吗？知道吗？你不要让他自己在家里一直画，对，你们自嗨，每天拍脸书，然后贴墙壁上说我家怎样，那我一讲小时聊聊后来就没有了，不要小时聊聊大时乐乐，好不好笑？哎，你不觉得这么好笑吗？小时聊聊大时乐乐，不对，小时了了，大时了了，我觉得这样吗？
踏实了了。嗯，好了，还有一种方式啊，叫做你用，这是比较大人的，你用文言，比较文言一点的方式啊，去翻译我的关键字跟主题句，比较文言一点的，这样知道吗？嗯，然后我们假设上了十次的主题句，对不对？文言一点，然后翻出来，那个十次啊，是不是可以凑成五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凑成句子吗？那你就四句四句变成，如果你写五言的话，就是四句四句，是不是就变成律师吗？七言就变律师，你们知道哈？你可以这样做，这个也可以试。OK， 把主题句用七言五言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啊，你不用担心嘛，你不会，你的那个同学会啊，啊，同学把它写出来，你们就观摩嘛，知道了哦。好，再来有一种阅读文本的方式啊，你可以去，我相信你们都没有经验啊，你可以去看看到底老鼠智商多高啊。这真的是阅读啊，阅读文本的方式啊。我像我不知道老鼠的智商多高、然后老鼠跑迷宫，你们真的看过吗？我是不知道，大姐你有看过吗？没有。对啊，你们都那个，我有看过，是因为那个 TV movie 有演那一幕，他就跑来跑去这样，就是老就是说，你就换一个方向，就是你用很科学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文本也可以啊。回归到学英文，你们把角色列出来，把他的台词列出来啊，这个是非常硬功夫啊，这是硬功夫，而且是死功夫了、这个要人做，然后做的人会有英文会进步很快，因为你要从头看一遍，看看什么时候 Dr. Niemer 讲话了。你列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戏份的多寡嘛，这也很好玩。你一旦列出来之后啊，我是现在没有资源啊，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会号令全台湾的英文教育啊，双语教育界啊，我一声令下，对不对？有那个力量的时候，2022年的每一间学校的期末的英文戏剧通通演 Flowers for Algernon 就好了吗？全台湾几千间学校都来演啊，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连演嘛，一起演啊，就可以有高下嘛，然后大家老师准备的东西就可以 共比，有没有共同备课嘛， 这是比较我认为这比较好啦，就一起嘛，一起做这件事情。那我说那个台词有没有，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谁的台词比较多啊。你把台词列出来之后，你家如果只有一家四口，你们就去分别认角色。你知道你可以在你家客厅演 Flowers for Algernon 吗？对不对？那你比较有信心的话，你就自己当讲话最多的那个什么 Dr. Strauss 啊， Dr. Niemer 啊。那你如果没信心，你就当那只小老鼠没有讲话，叽叽叽，吱吱吱，这样就好了。那你可以穿那个啊，白色的爸爸的外套啊，你演医生有什么了不起 ？Play doctor 嘛，乱演医生嘛，是不是开始了？戏剧开始进入你家的客厅。好，双语变三文吗？可以用演的啊。Yes。再回归到，我再给你们，我现在是一直丢心法给你了，我太多这种方法，我一直丢给你了。有一种东西是纯粹练中英文的能力的，透过翻译的方式，譬如说 Dr. Niemer， Dr. Niemer 翻译成什么？ Niemer 啊，是不是变声音而已？你大概是你嘛，对，你大概会以为是你，对不对？或你嘛，你嘛，对，好，你。那 Mer 呢？ Mer 就有各种可能嘛，可能是摸摸摸摸，或咪咪咪咪，或摩尔知道吗？摩尔、母尔、苗尔，就是不一定嘛，看你怎么翻都不一定。好，你把 Niemer
nimmer 这两个音节列出来，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 ni 跟各式各样的 mer 交叉相乘，是不是好多种好多种组合？那个组合列出来之后啊，全家可以票选，那个可以教小孩很厉害的中文，因为很多组合他这辈子看都没看过，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个组合是完全 random 的。Yes， 我记得我们在不知道第几堂课的时候 ，Algernon 大家有翻过吗？是不是啊？Algernon 是什么？阿吉桑，对对，哎，我翻的嘛，阿讲，对对对。那比如说 Charlie 也看，我觉得 Charlie 是加你哦，加你，哇，加你，把你加死了 ，Charlie 这样，就是加你这样。那你们有没有？你们就是就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在打开孩子接受他不上英文课的时候，还练英文语感的方法。知道吗？我们家其实因为我们家的创作团队有音乐人，有美术人嘛，有现在有动画剪辑嘛。你知道我们家的音乐人敲东西啊，那个我宝那个显荣啊，敲东西，我想他那种概念就是你随时都在上音乐课，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吧？有没有有些小孩子很喜欢音乐的话，你随时随地我拿个东西敲，我都在学节拍，对不对？随时随地是不是都在上音乐课？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本事可以让你的孩子随时随地在上英文课？这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吗？那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哎呀，看到灯就说 baby 那是什么 light 哦 baby 那个是 apple 你想到就这种东西，你只有想到这个，你自己英文又不好，你英文好你知道，那你真的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学英文课的那个本事，我现在在教你吗？你可以让他随时随地上英文课 and 斜杠中文课吗？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透过任何一个英文的声音，任何啊 Peter 就去想他可以怎么翻，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吗？彼得跟 Peter， 你告诉我哪里像的？哎，实在笑。彼得跟 Peter 是不是差蛮多的？至少那个彼跟 P 就差很多啊。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啊。John 跟约翰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 ？John 应该是街汉吧，街头的醉汉啊！我刚刚又在自得其乐了。街头的醉汉叫街汉，叫做 John 吗？好，那为什么是约？因为那个 J 是有嘛，哈，有，像 Jesus。叫耶稣吗 ？Jesus 也不叫做耶稣啊，不是耶稣，他是耶。所以你知道，好，我刚刚是随便举个例子给你听吗？这件事情难道你不觉得幼稚园的人也听得懂吗？小学生应该听一下这个东西啊。然后你鼓励他去玩声音嘛，所以你会玩成什么呢？我讲的最具体啊，他在玩美语的声音跟中文的文字啊。我讲结论给你听比较快啦。他在玩美语的声音跟中文的文字合在一起，是这样在乐此不疲啊。扩大就变成我的那个翻译莎士比亚，美语的声音吗？中文的文字啊，结束。小可以小到小，大可以大到莎士比亚，好不好？阅读Flowers for Algernon 的方法讲得更 gay bye 一点，好不好？好，你去看法文版啊，你去找法文版。我跟你说真的啦，哎呦，你去找看看，你们每一个人至少会看到 Algernon 有没有拼一样， Charlie 有没有拼一样，对不对？这是 最 low 的嘛，看 Cheese 有没有拼一样嘛，是不是？这是最简单的事啊。而且你不要忘记了，你被我教了关键字跟主题句，
您被我教的哦。你去看看法文版的 Flowers for Algernon 的关键字跟主题句还留不留着吗？很好玩吧？因为英文版搞不好翻过去不见了， Spilled Ink 搞不好不见了。然后这些大概都是翻译硕士的题目啊，够不成博士论文了，但是硕士论文绰绰有余啊。这种比较译本的方法，我读那么 我在这个圈圈里面，我也没有，我很少听过，我都不太，我都还不太讲说没有，我大概没有听过了。它是很奇特的一种看文本的方式，因为有一部电影叫 Lost in Translation 嘛，就是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叫诗，诗人的诗啊，什么叫诗，诗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啊落掉的消失的那个东西叫诗啊，你知道吗？你去翻译一首诗嘛，啊，什么叫诗，就是你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见的那个东西叫诗了，就是床前明月光叫做 In front of my bed there is a moonlight 啊，那样那样，说他的诗意荡然无存啊，那个不见的那个东西叫诗，这样子啊。最明显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个爪泥哦，那个叫什么泥爪泥痕哦，血泥哦，爪红啊，那个，你们知道我在说哪个字吗？就是鸿飞东西那个，那个爪泥，就那个。好，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讲那个不知道哪个，对不对？我是不是刚好倒过来？我不用讲原文，你又知道，我就是把那个诗意抓到了，跟你讲嘛，是不是？我知道是雪泥红爪，可是那是苏东坡说的，又不是我说的。我就跟你说啊，那个什么什么爪，那个什么，有没有？我是不是刚刚好 reverse translation 嘛？我把翻译的精神倒过来了，就是我没有把它讲出来，可是你知道了啊的那个东西，那个方法。OK。所以你可以去看法文版、日文版、俄文版什么版，你就去看，网络上都不用抢去抓嘛，对不对？然后你不要傻傻的啊，整本书看你会疯掉啊。我们通通都用 Progress Report 前三个就好了嘛，那么简单，短的要死啊。你如果真的没空啊，你去看 March 怎么拼呢？这样总可以了吧？你花30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版本都看完了，就是 March 到底怎么拼嘛，在不同的翻译版本里面他们变成什么嘛。 Yes， 知道哦。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从 March 一字啦，这个字啦，从 March 一字看 Flowers for Algernon 之世界翻译啊，流变啊，流水的变化，哦，听起来有没有很 gay 吧，就很像，有听起来好像论文哦，就这个很像写文章，就是这个意思啊。心法会了，随便加油添醋就变成学术文章吗？或变成广告文案吗？啊，可是你要抓到那个心法。我们今天抓的最重要的心法是什么？各位同学有没有抓到最重要的心法？阅读文本的方式啊，最重要的那个心法叫做先拆开来，就傅立叶转换嘛，你先拆开来盘点嘛，先拆开变成 components， 然后呢重新乱组合，就这样， That's it， 分门别类拆开来重新乱组搞定，真的就这样就搞定了。我说的是很高深的那种东西啊，因为你有本事把东西拆开来吗？你知道吗？我说的容易啊，做起来不是很容易啊，那你去把 iPhone 拆开来看看，我的 iPhone 在这里啊，我连开机有时候都关，懂吗？你把它拆开来啊，啊里面是不是很多东西，你把它重新组合就变 Samsung， 知道吗？你把它拆开来再组合起来，知道哦 ？Toyota 拆开来啊，再组合起来，哦，就变 Bentley， 有没有？拆开来是真的，可是你要懂嘛，你要知道拆开来什么啊？一般
那、啊、你凑出来很难听很难看，叫做东施效颦，很好看叫青出于蓝，结束。那、啊、你是东施效颦还是青出于蓝，取决于你有没有那个墨水，它取决于墨水问题嘛。墨水够了、哦、最后最后你缺一个燃灯佛、啊、最后缺一个人，有墨水不够了，那是前提啦，那个是必要条件，最后最后你缺一个就是点的那个人、啊、那个点播你要碰到贵人没事啊，真的 他一点你就会了啊，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你如果没有墨水对不对，你碰到我这种千载难逢的名师啊，你没有墨水没有用啊，你根本就是好像在数别人的钞票一样啊。我跟你我讲的这些东西，你有墨水你真的会开窍的啊，你没有我怎么办，你要我说什么。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你要去累积嘛，那真的很重要。你们有没有发觉 李佳倩她透过双母语一直在把英文变好？我刚才看她跟 Irene 那，我跟你说她以前英文没这么好，我跟你说，我是不是啊？她在说什么？我是说一直很用功的那个会一直累积墨水嘛，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当做一个启示啦，一直要累积要很用功啊。我很少讲这种话你们知道吧，我常常都说哎随便的，我现在跟你说你要很用功，因为是真的啦，我真的蛮用功的，我跟你说 我常常都在看英文的东西跟中文的东西、嗯、这是真的啊。我分享最近的一个给你们听好不好，你们很多人有 Netflix，你去看最新的一个单口相声啊，那个人叫 Dave Chappelle 啊 ，D-A-V-E 啊，然后 Chappelle 是 C-H-A-P-P 吧 ，P-P-E-L-L-E 吧，就大概是这样。他昨天才上架在 Netflix 的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小时。你们不会看得懂，很我说你们，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你们在看没关系，你看最后五分钟啊，最后五分钟，诶他在台湾那应该有翻译了，你看最后五分钟就好，嗯，好不好，这个是我今天送你们的礼物啊，很少人会去看这种东西的啦，你去看看啊，那个是大菩萨在讲经啊，很厉害很可怕啊，真的很厉害，我讲大菩萨没有别的意思哦，他也是大天使哦，他也是大天使在讲经，最后五分钟你会吓死啊，他真的很会讲 empathy， E-M-P-A-T-H-Y、啊、empathy、啊、你要翻成同理心也可以，可是不是那个他不好翻、啊、empathy 是同理心没有错啦，他、啊、其实应该是用信仰的术语去描述，他是一个状态啊、我不转述、哦、因为他讲的太精彩了，然后他讲的会让你鸡皮疙瘩，可是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的话好脏哦，你知道讲的话好黄啊，很黄色很脏又很色，你知道，然后到后来又觉得讲的好开心哦，然后十秒钟以后好惨哦，真的是好惨哦，我不剧透，好惨哦，又十秒钟以后又好好笑哦，你知道吗，真的太厉害了，我叹为观止，我看到当然掉眼泪，这太厉害了，然后呢 他在大概短短的没有到五分钟，短短的几分钟内那样情绪让他嘎哩嘎无吧，嘎嘎嘎嘎嘎嘎到最后他怎样你知道吗，最后嘎然止的时候他就把麦克风丢地上就走了，你看多帅的人，讲我都没有这样，我漂亮，我就没有我的麦克风还在这，我没有像他那么那个，嗯，好不好？这是今天那个供养你们啦、啊，这很好啊，那个人很厉害 ，OK？ 为什么我不是你们？如果今天去看大仙的笔记啊，你重新再看一次啊，我不是从头到尾在乱讲话哦，我不是在乱讲。我今天的主题叫做你如何
重新阅读这本小说，你重新读它嘛。好，你重新读它的方法，从我的心里跑出去变方法，你一实践以后变成你自己的心法，对不对？哦，我就说那个心法今天给你三个，你会忘记两个，会忘记，我跟你讲一个就好，一个就好。那个方法叫做傅立叶转换，你先把东西拆开来，拆开来，再用某种方式重组在一起啊，那个叫做高干了，那个是高手。 Dave Chappelle 在讲的那个故事拆开来啊，有黄色的部分，有很龌龊的部分，有很令人发笑，很好笑，又很惨啊，很惨，会哭啊，很惨，又让人觉得若有深意的 反思啊。好，它是五个东西，五件事。它照哆瑞咪发嗦讲，不好，没感动。他先跟你讲发，再跟你讲瑞，最后跟你讲说啊啊，那个顺序就那个，知道吗？喝水，来。我昨天的钱包啊，里面装了20万现金呢、啊，鼓鼓的，合不起来，20万现金，就掉了。掉在我座位底下，听得懂吗？我跟他差太远，我只是跟你讲叙事的顺序很好笑，知道吗？懂哦，我只是牛刀小试，因为我才讲三句话，你知道他可以很复杂的啊，就那个东西，我告诉你，那个东西绝对可以写成数学公式的，绝对写成数学公式，我都可以写很有僵了，何况是那个东西啊？他一写成数学公式啊，你丢给台湾的小学生去写、啊、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在一直讲同一个，因为太好笑了，因为跟魔术一样啊，他永远照这个套路啊，他会天天跟人家讲同样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我昨天怎样了，哦，怎样了啊？其实是这样，有没有三个，啊，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细节，什么太肥了？那个皮包太多钱了，有没有那个，知道吗？它是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啊，用中文讲故事是不是学中文？用英文讲故事是不是学英文？啊，双语国家怎么搞？双语国家就是一直讲故事就好了嘛，一直讲故事，我们台湾就变双语国家了啊，一直背单字，那个台湾就变不知道什么，台湾就变双语地狱了。哦，好啦，那个。我要去讲故事给另外一个人听了，我们再来那个，这个礼拜的作业讲一种方式，对不对？我们刚不是讲了好多好多吗？对不对？大倩，嗯，这个礼拜的作业就是你从这五六种十种方法里面任挑几种来做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实践的精神，好不好？实践的成果了，好。OK， 截图完。国庆日快乐啊！